近在流行什么？得要问我的外甥，这把年纪认命了，大叔一个，要懂得会取舍。最近在忙些什么？林佩佩得要问我的手机，喝冰奶茶，他搬东西需开心。就算单身一人，我过好自己人生，幸好有你在等，陪我做孤独老人。他们说有房有车才不会有失身份，我说那人格有所差异，我选择返璞归真。有你做我后盾，拯救世界，这英雄别算我们一分，拎着心机的先手摆正，有我做你